我對電影仍然仲有好多想法，我係希望我今時今日甄子丹，我仲有一定嘅市場嘅機會，我可以喺動作電影入面仲可以繼續能夠產生一啲感染力，我覺得呢個就係最大嘅目標。過呢碗段義酒，你哋殺我唔係忘恩，我殺你哋唔算負義。如果我要拍喬峯，我要抽曬喬峯點解咁好睇嘅？佢嘅魅力喺邊度咧？佢有別於邊個？佢有別於楊過、郭靖等等咁樣。我話：誒，我大概捉到喬峯點解大家會中意喬峯？咁佢同阿朱嘅事件，咁我開始就喺個腦喺度諗下點樣講呢個故事。我覺得喬峯咧，即係佢除咗係擁有曬大俠應該要有嘅嘢啦，我覺得佢幾有現代人而家嗰種承擔力啊！即係意思係，其實作為一個唔好話男人啦、女人啦、男女都係啦，可能佢會遇到好多無理嘅對待，甚至乎會指責佢做過一啲嘢，其實佢可能沒有做過。尤其是在而家咁嘅現代社會，有時你黑白未必分得咁清楚，你好難去講得好清楚。但我覺得喬峯佢個態度就係佢永遠即係正如入邊嗰個對白講：我對得住天，我係大丈夫。作為大丈夫，我對得住天，對得住人。OK， 即係我幾中意佢嗰種豪邁瀟灑。即係做人就係咁，其實應該都係咁啦。即係人生幾廿歲，好短嘅啫嘛。咁你點樣去活得開心、活得光明、活得瀟灑灑脱咧？我覺得喬峯就有嗰種魅力喺度。唔係想拍一部翻拍，我亦都要説明咗俾大家聽。我唔係想拍一部翻拍，我想拍呢個人物，我中意呢個故事同埋呢個人物，但我想用一啲更加通俗啲嘅手法，去令到就算你唔係金庸或者係外國人，你一睇，哦，我明白你想講咩，我知道你想講乜嘢。我覺得作為一個電影人，或者我作為一個 artist。我是需要不斷地有一種刺激到我的一個目標，即是上一次的動作片我就拍《怒火重案》，which is 葉問之後，我是很想拍時裝動作片，那我又碰到老朋友陳木勝，那我們大家就拍一部警匪片咯。但警匪片之後，你要我再繼續拍警匪片，我又好像沒有那個衝擊，我喜歡 有 challenge， 你沒有 challenge 呢，我沒有那份 passion。 係咯，雖然個山咁高，但係我試下擒，睇下擒唔擒到啦，試下俾自己一個高。大家中意睇聽 jazz 咧，因為佢 jam 啊。如果你太過刻意去即係佢練咗好多次，重複咁排練好多次咧，你缺乏咗個生命。大家知道啦，哦，我一你又講二，我三，大家排曬。但有時咧，你大家唔係好知咁，唔係好清楚。即係有時演員都係咁啦，咬大鹹位啊，你點演啊，我咁演你咁演，突然間咧嗰啲火花就出嚟。我係好中意喺現場佢攞個 feel， 然後咧就嚟嘅。因為呢一種思維咧，其實我亦都同個外國嘅導演啊去分享呢個感受。咁由開始佢覺得係好奇怪，哇咁都得，唔使咁多 rehearsal。我話唔係唔使咁多 rehearsal， 係咩人唔使咁多 rehearsal？如果好似我咁拍幾廿年戲咁，知道我完全對動作已經係太過掌握喺我手中噶啦。反而我覺得尋求嗰種第一身嘅 freshness， 即係嗰下你只可以捕捉到所謂哇嗰、那個戲就係真啊！即係其實我係尋求嗰個戲啊，唔係淨係打，有時文戲即係有時我中意係誒行咗大家行下兩 jam 兩下就 roll 機，嗰個係最真實嘅感覺。其實冇打得一樣。你僆仔嗰時踩單車，同班朋友幾 free 啊，係嘛？你我哋僆仔嗰時喺香港喺啲即係屋村嗰度租個單車，哇！周圍片車啦，即係嗰種就係瀟灑，嗰種就係嗰種丐幫入邊嗰種性格啊嘛。咁仲有咩可以令到佢更加豪邁、更加有型啊？啱我睇咗一段，
塞外嗰啲人點樣生活啊？佢就一路騎馬，又一路打關鬥，即係喺個肚個馬個肚又叫翻落嚟啊！又喺度飲酒，飲完酒咧，我揈俾你，你飲完酒又揈翻俾我，哇！咁都得啊？咁我拍嗰時我話：耶！我咪試下可以咁得唔得？咁佢話：欣生，你未試過啊？嘿，唔好理啦，我哋撞啦，得就得，唔得就 OK 啦，係先。咁我拍嗰時咧，啊，騎騎騎騎，一架嗰架車就快啲快啲，我就 feel 到個速度咁上下，我至真係去。演 100% 嗰個狀態嘛，咁我騎行啊開始騎行咗啦，我話 OK， 快啲，快啲，快啲，我差唔多啦，我知 OK， 哇好穩喎，幾型喎，咁我入曬氣啦，之後咧咦得喎，我就單手喺個馬嗰度已經準備好曬嗰壺酒，咁我梗要開啦，咁我已經設計咗，咁你冇我單手冇嚟兩手，咁我咪跌落馬單手。開唔到喎，佢塞得塞嗰個道具塞得好鬼硬啊！咁你作為一個演員，你會執山噶嘛？我哋咁啊，一開啊咁啊，我話誒開唔到，滴滴滴滴開到，我死啦！如果我再咁樣滴落去，咁要 NG 噶咯喎，咁咪嘥咗前面嗰個騎馬，因為咁唔夠瀟灑啊嘛，你冇理由喬峯咁型，你冇理由六七下都唔得噶嘛，滴兩下唔得，我已經執山啦，即刻用個口咬，嘣咬出嚟，咁咬出嚟，呀咁樣，我即刻拋俾後邊。不理啦，夾住咁樣，拋拋拋，繼續好型咁啊，騎騎騎騎騎，啊，終於成個 shot 騎完之後，睇 playback 點啊？後邊有冇捉到？佢話捉到，我睇，哇！呢個 shot 完美啊！拍完之後咧，原來大家話俾我知，嗰個係好鬼危險。點解咧？因為我帶頭，後邊有八隻馬，如果我買一墮馬嘅話，即係後邊嗰啲，哇！嗰啲車啊，咁樣碌過嚟，佢剎唔住掣，一定踩死我。當其實我每一部戲對我嚟講都是一個新的一座山去爬過去。我其實部部戲每一次都有人問我哪一部戲難度最高，其實對我嚟講每部戲都難。點解我咁講？係你自己將個難度 set 得幾高啫。呢個搞藝術嘅，你必須要永遠抱住一個向前行嘅一個心態實。要打十个，佢要打几耐我就打几耐，一直打落去。我一路打落去，我一路，因为我有好多嘅对电影嘅我嘅经验，我对电影仍然嗰份热情，同埋仲有好多想法。我系希望我今时今日，甄子丹我仲有一定嘅市场嘅机会，我希望喺我电影嗰度俾大家睇下。我可以在動作電影入面還可以繼續能夠產生一些感染力，我覺得這個才是最大的目標。